何超儀和陳子聰2003年在澳洲舉行盛大婚禮，轉眼間已經結了婚20年了。近年陳子聰病重，超儀一直都陪伴在他身邊。自去年陳子聰出事入醫院之後，何超儀就將大部分的工作延期，將老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。上個月初仲陪老公去到美國進行第二階段的手術，預計需要在當地逗留個幾月，亦都是他們第二年在醫院度過結婚周年紀念日。何超儀說目前在醫院陪住子聰休養，最希望他今個月可以出院，一起回香港過聖誕。